话是有多线的话，宝宝你过来，姐姐跟你说话。是妹妹要的吗？对，哦，他的这个拨卡的话不要脱掉哈。当你如果是拉链坏掉或是有脱线啊，都可以做维修。他的生日哦，真的对。水牛，然后这个是悠悠款，哦，怎么水牛？原本很